旋转，跳跃，为梦想奋斗，一起跳啦啦队舞，无惧挑战，一起奋勇向前。Five and six, seven eight， 要打败 Jazz 去美国比赛，最终目标系称霸全美。你哋要打败 Jazz， 冇错系，我想行条有挑战性嘅路啊！家姐你根本就冇开龙明，我要试下去做我做唔到嘅事。元气少女统屋太凤主演《高校啦啦队》，星期六下午1:30 ，J2。